林总，今天您下午有个同学聚会，您看要不要参加？同学聚会，我看算了吧。但是林总，这场同学聚会，我听说有你前女友在。什么？她也在？那我对这场同学聚会倒挺感兴趣的。这样，把你的奥拓借我，我要换个身份证。啊？车没给人撞坏了，怎么撞上了吗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把你车撞了。哎，这不是老同学大兵吗？李健，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还是咱班长呢。这车不是我的，我还以为你是车主呢。这给弄坏了，多少钱呢？没事，你不用紧张。这车的前杠也就1000块钱。哎，你拿个吉他干嘛去？今天不同学聚会吗？你拿吉他给大家助助兴。你要不着急的话，能不能陪我等会儿？一会儿车主来了。那行吧，一会儿等车主来了，咱处理完，咱们一起参加同学聚会。哎，你在我车面前干什么呢？你就是车主吧？对呀，你就是老同学李健，把我车撞了。这个人，我看这么眼熟。这车不是我撞的，他撞的，大兵撞的。李健，干嘛反咬我一口？你不去当厨子都可惜了，甩锅甩这么厉害。我怎么可能甩锅？这么多年的同学，我什么人品？你不相信我，王帅应该相信我，对不对，王帅？王帅，哎呀，你变成这样！我不相信我们的班长，我还能相信你一个送外卖的？姐，你不会没看出来吧？这不是你前男友大斌吗？啊，还真是！你别说，你这两年变化还挺大的，混成这个穷神样。还好吧？人过境迁，咱们都老了，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。当然认不出来了，你没发现我变样了吗？现在我老公非常有钱，把我送到海外去保养，皮肤非常好，都不让我去参加工作。皮肤是挺好的，一脸的玻尿酸跟硅胶，你是在向我炫耀吗？大兵，你说话怎么这么臭啊？嫉妒人家有钱呀、啊？看见我这个包了吗？小棉袄的，够你送10年外卖的了吧？参加同学聚会，你不嫌丢人？前女友，你这么有钱，身份这么高贵，不应该这么说话，多影响你的人设呀！一脸的玻尿酸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你应该去泰国，直接再做的干脆一点。我去不去哪儿，做不做手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会不会说话？大兵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把人车刮花了，你还在这强词夺理！我警告你，前男友，你赶快赔我钱，要不然我打电话投诉你，个臭送外卖的！我希望你不要带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待任何东西。就瞧不起你怎么了？你也不看看人家什么身份，背的什么包？还行吧，虽然家庭条件一般，但是过的是上等生活。我这个科迈罗虽然跟你的衣服颜色一样，但是你这辈子也开不起。大黄蜂科迈罗 IHS 碰撞测试中25%的偏离碰撞 ，A 柱直接断裂，与塑料无异。成员舱发生严重侵入，假人的脑袋都被方向盘挤放屁了。你跟我在这谈豪华？我又不懂车，我家里的车多得很。我老公非常有钱，他可是做进出口贸易生意的。就算这个车砸坏了也没事儿，但是你碰一下就得负责。那听你这么说，你老公是个人物啊？那我倒想见识。我老公可是个大忙人，天天谈生意，想见呐得预约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没档期。没档期？那我就让他变成有档期。你干嘛？哎哎，你要干嘛？哎。如果你这个车坏得再严重一点，你老公是不是就应该来了？大斌，你……那我让他再严重点。哎哎，你走，叫我老公来。等会儿，这包里面有5000块钱，刚才把你车刮花了，上我家赔偿。喂，老公，车让人撞坏了，你过来处理一下吧。好。我看谁这么大本事，敢撞我车！车不是我撞的，是他。老班长，我拿你当人看待，你拿你自己当狗啊！大兵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哪有监控？还有我的车上有行车记录仪。媳妇儿，车坏了无所谓，这位是你前男友吧？对，就是他。没事，车咱不要了，明天咔咔就砸了，看我怎么把他面子踩在地上摩擦。那你这么大的人物，请你讲讲你的故事吧，我正好想认识认识。我大哥叫钢炮，深圳三套房产，现在每平方的均价是113564元，一共1700平。我大哥什么人物就不用我说了吧，纵使你腰缠万贯我也不挑你，因为你吹牛逼的水分实在让我反胃。你哎哎，胖哥交给我。
大兵啊，你明显就是羡慕嫉妒恨，我送你一首歌，你自己领悟。大兵你送外卖，人嫌狗不爱，扎个黄毛冲老外，你算哪盘菜？嘿嘿，兄弟，这群大兵符合他气质。小子，你正在一次一次挑战我的底线，刚才不要说是你的吧？偷送外卖的，我最后再给你次机会，你最好现在立马给我道歉，要不我收我的钱呢。你敢掀翻，我必要你半壁江山。好，那你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我老公就是威猛，威猛是威猛，你老公不会是刷厕所那威猛先生吧？小子，心态是不是崩了？把你送外卖唯一的破饭碗给你周了吧，不用害怕，大爷有的是钱，这就赔你。大哥，这种小人物你就给我怼他，不用惯着他，出事了老弟给你扛着。前男友不用害怕，我老公有的是钱，我家里有游艇飞机，赔你个小破车还不简单。前女友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家深圳的三套房，1000多平方，还有飞机游艇，是 QQ 支付的还是欢乐豆啊？老公，是不是咱们吹的有点大了？不信你。没事，媳妇儿，再怎么样也不能在你前男友面前丢了面子。一会儿我给我老板打电话，那可是本事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谁看见了都得消失。大兵，这回你可惹了不该惹的人，大人物马上就来了，你完蛋了。哎，老板，我这儿遇到点小麻烦，你能过来帮我处理一下吗？好好好，会址我给你发过去了。他来了，来了。是。你死定了，这辈子你在这座城市都找不着任何工作。对不起。先不要透露我的身份。要不这什么情况？大兵他们认识吗？你告诉我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咱至于这么忍让吗？飞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一会儿就说我是你的公司。说吧，找我来有什么事儿？老板，你跟他认识啊？啊，我们公司送外卖的。哎，吓我一脑子头发。老板，你看能不能动用点关系，让他在这个业界消失，在这个城市再也找不着工作。这个没问题。这么热的天儿，送外卖挺辛苦，我先给他洗洗澡。老板，你办事真是太硬了，解我心头之恨呢。那我可准备锅了。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。斜视45度角，3、2、1。老板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你是不是过错了你？锅的就是你，他是我老板，赶紧过去道歉。老板。完了，没想到大兵才是个大人。我这么多年同学，我这会儿过去说说好话，也许我的吉他生涯还能走下去。哎，大兵，没想到你才是大老板呀！你前女友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样对你？墙头草两面倒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一直立场我兵哥。行，你可别舔我了。我听说你有一个机会出国留学弹吉他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知道？还望兵总多引荐，我给你端茶倒水，干什么都行。干什么都行？对，干什么都行。好，那你现在把这把吉他砸碎，我就给你引荐到海外工作。啊？碎？怎么？我愿意吗？愿意，愿意。那行吧。看，吉他我也砸了，你能把我引荐到哪里工作？别那么大反应，如果你不去，老子废了你。前女友，这回咱们心脏老账一起算吧。老板，这几个货怎么处理？下手轻点。明白。